嘣，伤害最高，被屌戳一把，正常。随机也要被屌戳，正常。随机之神是不是不显灵啊？看一下今天数据吧。啊，昨天开始随机的嘛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哇，宝石一胜一败，随机的胜率是50%。那上一把输了，这把应该赢了吧？根据我们的随机规则。No。显灵吧，随机之神啊！随机之神，请显灵。OK。要求换角，这只可以啊，但是不能先选。对面要是普攻角，要不然我一点屁用都没有。呀，看起来都是法师哎、欸，我怎么选乌龟？阿邪考，你看对面现在4个法师了。脑袋装铅了吗？每天喝含铅的水会对脑部造成伤害。送分吗？没办法。可是随机之神提示了，我们只好选了。耶、yeah. ！哎呦 ，What the fuck？ Another one。高速 recall， 好像可以玩一点回，没差了，算了，可以买小反甲就好了。被打烂啦、啊！卡牌有 AP 伤害啊！现在我们只能塔下吃兵，等队友新来了，没办法了。Oh damn！ 龙加一，这跳的距离我不用智慧施法了，刚刚有没有办法跳到，我不太清楚了。两秒滚啊！无情 A 烂，下路又爆喽！我相信随机之神这把还会照顾我的啊！即使下路爆炸，我相信这个龙女会 carry 我的。急速绕干，呜！急速绕干了，你还要来？冰都不吃，小丑。无情 gank。What the fuck was that damage？ 啊，在打。烦你反弹烦死，这卡牌已经一半 AP 了。如果他是纯 AD 角色，遇到我更倒霉了。没办法，都是法师，而且没队友，这几天只在中路挂机而已啊！他被打爆以后在中路一直挂机啊，我们打了300年他都不来。15，贼度的神秘资讯已经出来了，直接无光了，看着队友动手。不过没打 W 了。我们还是守塔、欸，可惜拯救不了这群人。这一张不知道出什么、欸，出这个吗？聚合之力吗？聚合之力感觉不错啊。我们开大以后会烫人。这法师我怎么玩？无情开战，要么出聚合之力，要么就出魔防啊。他们都是魔防，我可能就出魔防好一点吧。欸、要不要玩？我很肥、欸，我肥的跟猪一样啊、欸。
是 A 烂，你 A 娃，你 A 娃笨蛋，我的防御，你 A 娃笨蛋。有鬼有鬼有鬼！我们不是小法师对手，小法师真的把我 A 烂，可能要出魔法了，他们太多 A P 了，不防就算了，虽然我反击伤害就这样了，可是真的没办法出魔法了，这边太痛了，这边这个这几个都是灌前来的法师哎。只要吸奶没人帮，没事啊，队友空大正常，往墙壁已经上车，配合龙女吧，龙女最需要人家帮 CC 啊。我们玩自私情刷野仔龙女的时候，最需要别人帮 CC 了。等一下看到有龙女，我们再去开吧。啊，龙女这样子就没了，妈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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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是啊，我打 W 了，死不了，很肉，这龟龟很肉，死不了。嗯，怎么样还 A 我啊，进？我这么肉的龟龟，你还 A 我呢，兄弟？顶级送头仔，好烂。杰好像正常了，杰该不会发现可以赢就开始认真玩了吧？负责尾刀就好了，还要不满，感觉出血量更惨。嗯，没错，你只要打开英雄联盟啊，自己去玩五把乌龟，你就不会说这种话了。如果还会的话呢，那你可能在铜牌场可以出血量了，但是绝对不是前几间出，第四间要出可以了。你现在要拿魔防啊，因为你有物防魔防，你的反弹才高，你的 W 才会多啊。你没有吃血量嘛？你的技能有吃防御、欸。但是没有吃血量啊，所以你不可能会出个没有吃技能系数的东西。哎，我要200滴，你要砍我吗？你压力超大，在这边滚！他们根本没无法 check， 他们根本无法 check。龙女现在变小了，建议变成小鸡，我们不要打。给我啊，笨蛋！500物防 ，A 娃笨蛋，没要打我、啊。哎、欸，对面这么多法师，我本来以为我会很难打哎、欸，不然是能玩。建议走了，那个辅助装我就不出了，现在就是能站得住就好了。队友都肥了，就是我们只要能够站在前面不要死就好了。对他干我，对他干我，全部人干我，干了我600滴血，妈，全部人干我，干了我600滴血。要干我了吗？顶级巨肉龟龟，你们还敢干我啊？哟，哇，炮车也要抢，哇，队友啊！随机之神万岁！这希瓦纳不是他 SC 耶，结果是这个心态炸裂喊15的人，他回心转意了啊！要不然我们好像赢不了。对面3 AP， 我硬选龟龟还是一样啊，还是可以啊。随机保持一胜一败，我该不会再下去就要输了吧？我不信就这么巧，睡前最后一把，我们立刻打赢随机的轮回，这把一定赢。老头，你很能打是吗？啊？用力。用力！打人都没力气，还说是黑社会！